全不能接受，极端才是糟味。森林哎，森林第四波，森林第四波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那么接近，当我讲这麦克正讲了就完蛋了。没有啦，那应该是在我看来啊，森林没有所谓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四波、第五波、第六波，没有，他们的路线好像是异端了。他们没有异端，他们极端呐、啊，他们就很随意。看意象啊，意象是可以看的，我们也相信意象。没有，我们也相信异梦。每次去都有意象啊。哦，这么无聊，那就是他们的教会很属灵，很灵恩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要你们好好，当然我不能说我们的教会是完全最完美的教会，这也是一个很自满的东西来的，我们也是有的东西要学习，但有些东西走得太走火的话，我们很危险。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信耶稣，信了耶稣您得救，信而受洗您得救，我们已经做了，然后要圣灵充满你必得着能力，我们也做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危险在那里，危险上圣经里面有教导东西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但是没有不该做，我们也做，也是蛮危险的，对不对？该做啊，好哇，基督有没有加几白灯出来啊？你看有些教会很多白灯的，然后啊，他们敬拜神也很多白灯的，又用手啊什么，有几个来我们教会吗？啊，也被我赶出去了啦，来了一次就不来了，我 stop 他，然后有时候他们觉得麦克传道很 rude 的。啊，有些人在聚会里面哦，跳舞啊，跳领舞，哦，领舞啊，真正领舞啊，我看过领舞，我接受领舞，真正领舞，我自己也经历过，我自己也跳领舞，不要以为我不能跳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，自己去做。啊，那个就跳街档，不是圣灵，真不圣灵的就是跳街档了嘛，对不对？真正的领舞啊，我看过一个姐妹，她买的一个刚新鞋，刚刚今天才穿第一天的鞋罢了。她在那边聚会两个小时，在跳领舞，跳完之后，那双鞋是没有花掉的，这叫领舞。我就能接受，这真的是超自然的。你能跳舞跳到你的鞋子没有花完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，还是我能接受。好，肯定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人力而了。这边跳两下，那边跳两下，这边跳两下。有些人是要做摆凳给他，吸引人家看他。这个态度就这个心态就不对了。有些人要表演艺，我就不能接受。那我也能够接受人家倒在地上然后哭，我能接受。我也能够接受人家倒在地上他一直笑也可以。但是我要问的，就算这些现象发生之后，那个人有没有改变？如果那个人哭了之后笑了之后还是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骗人家骂人家生气人家，还是老样子，这样的灵恩这样的现象，我觉得有没有也罢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哭到哦，你已经变成很爱有爱心，你改变了很多，以前你很 bitch 的，你很喜欢打孩子的，可是你那边哭了之后笑了之后，你变得很有爱心啊，特别对你的丈夫很好，对你的孩子很好，改变了。哇，这样的哭多一点没关系，对吗？笑多一点没关系，那就尽量笑吧，因为上帝在那边工作改变。如果这个现象啊，倒在地上又在滚啊，什么大堆什么大堆这样，人信很多人来信耶稣，哇，人家看到马上来跪在耶稣面前，来教会跪在那边，哇，痛哭流泪信耶稣。我觉得这个现象好的，接受。如果这些运动都不能令人家信耶稣，也不能吸引很多人，不能，不是说吸引了，能使到很多人信耶稣，没有很多的大复兴，我不要这样的，我不要这样的经历，这样经历只是表演，就算不是表演的话，这只是那种怕麻将，不能这样讲，啊，吃毒品。对台湾。有些人去机会用，哇，你看他，哇，刷一下。垫一下很爽啊，每个礼拜都要这样的，他才觉得哇，可是他生命不改变的。他们认为教会好像那个做工压力，然后去教会轻松，然后回来去做工又在压力，又在去教会轻松，那就不这样就不好。对啊，就想着没错啊，那倒不如叫他去看心理医生就好了，不用来教会了，对吗？对吗？他来疏解压力，这样不了，他不是来找耶稣。
如果你要真正的把你去了之后，你回去你改变那个就不同。所以我真的我教会是真正要帮助人家改变，帮助人家灵命能够长进，而不是做很多摆设。你看，OK， 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了，也要问我们还继续开讲了，也有天有些人要走了，因为不好意思啊。你讲那么大一大堆啊，很长期啊，人家要走也不能走。来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学习到，原来有异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然后我们有个分别诸灵的恩赐，来分别出哪个是属于你的，哪个不属于你的，不荣耀你的，我们都不要去研究，也跟是也不要去跟从。主帮助我们，来，我们要分散离开这里，所以祝福我们的脚步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你们可以。